28日晚间6:46是本所值班人员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有三名民众因排水涨潮受困于北堤外800公尺处沙洲，经海巡署协助救援。第三巡防区接获本所通报后，立即调派甲管12海巡队线上巡防艇及本所人员前往救援，并通报新竹市政府消防局1大队潮汕分队协助。抵达后，水库海水持续上涨至民众腰部，考量受困民众安全及争取救援时效，立即请港区作业渔民协助，后续由海巡及消防人员共同将受困民众救援上岸，并将民众送往新竹国泰综合医院治疗。呼吁民众于港区或岸际发生危险情势，可拨打118海巡报案专线，海巡署将立即派员前往处理。